呀，干嘛呢你们俩？小袁，你怎么这么凶？谁惹你生气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欣欣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苏总，是我不好，你们请继续。袁总，你干嘛呢？外面这么冷。袁总，江总为什么要喊小袁袁总呀？ 江总喜欢情趣，对，咱们江总就是喜欢这种霸道总裁的 cosplay。 江总，是啊，我就喜欢跟我们袁总玩这种角色扮演。对不起啊，啊，疼吗？你不知道我这就不能轻一点吗？ 手锁怎么了？你把它在哪儿？我给你拿。在里面衣柜里。哦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他们两个看起来好好呀。啊，不重要，你们继续啊。呀，江总，我自己来。怎么都是西装啊？ 吃饭吧。